这个影片照片会照到大家。来，大家站好，站，稍微一个弧线弧度呢，往前面稍微站一下，大家才能够来往中间，往中间，大家往中间一点。好，往中。赵总想请问一下，有听说过林湘是谁吗？那刚刚在台上他你们两个互动，他跟你说什么吗？有啦，怎么没有？他蛮有名的啊，而且媒体常报道啊，有，当然知道他是谁。哦，那我在台上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谢谢他嘛。哦，那他也跟我讲说，最近因为年底他们活动很多了，大概就是闲聊了，因为也不可能聊很多嘛，啊，就是大概简单讲几句。很感谢他们啊，啊，真的忙，像这个时候艺人活动很多的，哦，那就是赚钱的，到我们这边是义务的。是品冠旅游，还有我们的日食一善。好，代表这个影片照片会照到大家。来，大家站好，站，是稍微一个弧线弧度呢，往前面稍微站一下，大家才能够来往中间，往中间，大家往中间一点。好，往中林湘、Kimi、雅涵以及呢李玲呢都会在前厅。赵总想请问一下，有听说过林湘是谁吗？那刚刚在台上他你们两个互动，他跟你说什么吗？有啦，怎么没有？他蛮有名的啊，而且媒体常报道啊，有，当然知道他是谁。哦，那我在台上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谢谢他嘛。哦，那他也跟我讲说，最近因为年底他们活动很多了。那我说你们活动的话是三个都是一起还是单独？他不一定，有时候是一起，有时候单独。哦，等等，大概就是闲聊了，因为也不可能聊很多嘛，啊，就是大概简单讲几句。很感谢他们啊，啊，真的忙啊，在这个时候艺人。活动很多的哦，那就是赚钱的，到我们这边是义务的。赵总想请教一下，因为刚刚林湘好像不知道您要参选副总统，那会不会觉得说就是蓝营对年轻选票也要多加油这样？因为我们也没跟他讲哈，也没去对年轻人做竞选的宣传都没有哈。是要加油啊，我自己觉得我对年轻选民是要多加油，所以我才说要到五个学校去啊。那现在大概已经有台大，有清大。有文化，东华应该没问题了，花莲的啊，然后这个台中那边的高中生好像想要联合请我去哈，也都在运作吧，都在联系当中，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了。我觉得当然也不是说光跟学生面对面沟通，年轻票就是你的，不是这样子啊，只是表示我们尊重他们，我们愿意听他们的意见。那另外他们需要的，就我刚讲的，对不对？买不起房子，生不起孩子。哦，然后觉得社会不公平，哦，然后年轻有很多问题嘛，觉得没希望，啊，像这些我们都要帮他们争取的，哦，那房屋的问题，将来都会有政见提出来的啦，这些就是我们关切的问题哈，那一个一个都会解决的。